所以家那个所有演出的那个学生他他来来来家去拜访。今天非常感谢咱遮诶，足侪学生优秀演出，啊，甲台湾合唱团遮尔精彩，对吧？咱借着这个音乐会，做一个当年借着音乐会做第二摆的对书纪念，看到因拢大家拢遮尔热心，做遮尔好的表演，实在非常的感动。搁今日代表特别。代表妇女，代表代表妇女，特别为咱献唱，真欢喜哈。明仔代表个代表妇女就要登去台湾，咱是感觉就依依不舍，讲真的哈。就是因伫个已经五年来哈，不是咱个大家长同款，咱已经足习惯伊个照顾哈。啊，有啥物代志拢找代表处。我希望讲，代表退休了嘛，会当真正代表代表会会当过恁家己所爱的生活，啊，身体健康哦，万事如意，两位更加更加恩爱，会当更加生活更加幸福美满，是多谢恁，咱大家代表。演出人员，感谢泽宁哈，来做个干爹了。哈，今仔日应该会着到这结束，非常不再继续感谢大家挂工来参加咱这个音乐会哈。希望咱以后大协会，当年都会当继续办落去，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。再祝大家身体健康。